由 Sega 与任天堂两大龙头合作的 NS 独占游戏《Mario and Sonic at 2020东京奥运》，这一次日本身为地主国，看起来可是卯足了全力呢。玩家们这次不仅能够化身为马里欧和索尼克等两大游戏公司的招牌明星，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的各项比赛。更特别的是，在游戏当中，玩家还能够回到过去1964年的东京奥运，参与当年才有的各项竞技，甚至连玩法也从立体 3D 变成复古风味浓厚的 2D 点阵图风格呢。游戏确定于2019年11月1日正式发售，玩家们来准备帮助你喜爱的角色争取荣耀吧。